神有五位，名额有四，而谁不是其中之一？明明呢？因为还没进卡池。不带我玩，死刑！你负责挂水，你负责挂草，你负责暴走，你负责套盾，你被开除了。凭什么？因为四神队里不需要五个神，所以我要开除最闲的来节约开销。我狐狸不养闲神的。那不应该把纳西达以外的全开除了？九蒙子，你是说我们都是闲神？难道不是吗？此言差矣，旅行者对我们的使用率都在40%以上，所以我们不是闲神，我们是元神。喂，塞诺，上号。好吧，我承认，除了草神，大家都很闲。所以我们就用更公平的方法。但你依然是最先开除的。巴尔泽布执政到期，小吉祥草王掌管须弥，弗尼娜审判枫丹，而我有达达利亚，那只能开除蹭饭的酒蒙子了。蹭饭挑战怎么你了？物价这么贵，卖唱的钱只够买酒不够吃饭，我能怎么办？哪里贵了？饭店也很难的，你要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反思反思自己有没有正经工作，有没有好好上班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只会蹭饭？有事说事，打什么地图炮啊？我凭本事蹭饭怎么了？旅行者不在的时候玩的蹭到的好看烧的。怪不得手机这么烫，原来是你在烧手机啊。派蒙，你不能死，死了就过期了。可是听说这次深渊还有证实，不会守不住吧？无所谓，他在不在都一样，反正过深渊我用种子随便炸就。你看到他随便炸是吧？可我打的是超战放啊。4.1更新前来冲，4.1更新后来冲。抑制太乙之水的方法，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永远抑制原始太乙之水的方法。快告诉我怎么办。想要彻底抑制太海之水，必须要靠龙的力量。可是纳维莱特已经试过了，只能暂时抑制一段时间。光有水龙王是不够的，还要请璃月大爷。谁？元神摩拉克斯。璃月的神还能管枫丹的事儿？一条龙当然不行啊，如果有两条龙一起上，再加上我组成提瓦特的最屌存在，那原始太海之水将不复存在。这么厉害，快让我看看。为什么要组装成这样？如果层缘聚渊是提瓦特之局的话，那梅洛彼得堡就是提瓦特之局。啊，这不能说，这不能说，说过不要审了。夏洛蒂的独家报道，也在蒙德，嘿嘿，也在璃月，也在道心，也在须弥。嘿嘿嘿嘿，也在枫丹。能者多劳。莱欧斯利的采访。感谢莱欧斯利在百忙之中。亚克马西，我赶着去喝茶，有什么就直接问。请问你作为第一个冰系法师，你觉得旅行者这次抽你的情况如何？不啦。听说旅行者当时入狱的时候，你还给他定了额外的罪名，请问那是什么呢？入狱前请麻烦让我看一下你的行李。携带大量进口武器罪。你明明用拳头战斗，为什么还是法师？我是法学系毕业的。法学系的怎么还曾经在梅洛彼得堡服刑？法律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阻止犯罪，也让人能够改邪归正。遵纪守法的枫丹人，不管有没有人，站坐就是不好，玩忽职守总喝酒，必须制裁。因为我相信法律的力量。那你怎么成为的公爵和梅洛彼得堡的管理者？因为我相信法律的力量。请问你怎么看待公子的出逃？大哥是从这下面离开的，他走的时候下面还没有淹水，后来我们几个也试图从这里过去看看，结果发现已经有很深的水淹上来了。我怀疑他用勺挖漏了通道，导致原始太海溢出，所以我准备把账单寄给北国银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公子的出逃？我准备把这一幕拍成电影，以此发展梅洛彼得堡的旅游业。那请问你对林妮有什么印象吗？只有红茶可以吗？我办公室还蛮大的。把我的林妮特还回来。不爱喝茶。那林妮特呢？
不爱喝茶。旅行者的到来有没有造成什么问题？7459号、7560号犯人，还。哪位来？他说我可以带家属。他就是我的问题。那旅行者的工作表现如何？2345678，2234567。他普及了广播体操。请问你如何看待这次原始胎海爆发事件？大水冲了龙王庙。最后，对那些想去梅洛彼得堡当浴霸的人，请问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原来这才是成为冰心法师的理由吧。